Hello，大家好。当您利用我给的云端硬碟分享的连结捷径进来之后，您会看到就是在这个 Google 云端硬碟的画面跟我现在是一样的。我目前也没有登入，那请您使用这个停课不停学线上学习平台。打开之后，它会自动启动这个，就是开启我们的 PDF 档。那在这里面呢，我都把超连结给建好了。那这紫色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它是连结过后变紫色，当初做的时候因为有连结的时候才存档，所以它会留下记录而已，那个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来，那第一个呢，公司协力台南停课自学超给力，这是市长在粉专上他的直播，他其实在那个我们的一个叫做教育花露米的地方直接放的直播，那这是没有经过处理的。您如果在看呢过程当中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影片啊，你就是直接播放，然后这个右下角一个点击可进入全萤幕，你按下它就会全萤幕。怎么离开呢？请你按键盘上有一颗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黄伟哲哈。上课第一件事情就要先点名哦，有些家长可能不是太熟，所以才能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。好，那这个直播等一下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台南自己的那个自学超给力的连结上也有。那您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好，脸书的比较尴尬，你按下这一颗按钮。通常我都是跟学生开玩笑说齿轮，其实这是一个工具钮，现在不管手机、平板、电脑都一样。它其实就是可以去调整。好，那脸书的品质比较差，出席。好，可是现场是没有人出席，但是只要是影片，你可以拉动下面的时间轴去看你要的。那在这里，它有跟三大好出版社合作。最后呢，那这三大出版社会来跟各位介绍他们放在网站上的东西，而且一定是很清楚的，他就可以来观看。Okay, 那我先暂停喽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观看的时候，ESC, 老师很在意的是学生有没有去看它。好，这一段呢是直接我抓的是粉专上的直播。另外，在我们台南市政府这里，它会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线上自主学习网。好，这边点进来之后，其实前面也是一个介绍，对不对？希望真的。就是我们只是超前部署，备而不用，不会用到这一个课程。你可以现在自己学习，而不是在家学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所谓在家是就是这一讲的，我们即使停课也不停学，不，我们不停课，但我们也不停学。好啦，那这个黄小哲直播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刚刚那个连结，但是这个经过后置。因为待会 YouTube 如果都要讲的太多东西可以说了，我把它分段讲。好，它经过后置，怎么样？后置优雅的音乐，打上字幕，感觉是不是不一样？因为有时候直播的东西，像我这个录，其实我录第五次了，我们也是会有点慌乱。那他们可能就有稍微整理一下，所以时间比较短。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其实跟刚的东西是一样，我先利用它跟各位介绍第一阶段的 YouTube 怎么用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阶段，当我进到 YouTube， 其实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我强烈建议你要登入，你要用 Gmail 登入，什么意思？通常如果您用智慧型手机，几乎大家一定都会有一个叫 Google 的账号，那我们就简称叫它 Gmail 就好。你如果用 Gmail 登入之后，你就可以针对你要看的影片去按个赞。按个赞就是我最喜欢的影片，我喜爱的影片，没有最喜欢，我喜爱，也不能添油加醋。然后呢，如果我来按这里储存到稍后观看，我就可以进到这一个清单。这个是 list， 它就是一个一个条列式的东西，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资料。为什么都空空的？因为我没有登入。好，那登入的，对不起，各位的账号都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登入，我就选择我这一个账号。那如果你不想跟你私人的账号混在一起的话，
其实就让学生来做个下载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的账号，我私人的，我有自己的东西，我这个就是用学校的来做。那如果学生通常七年级以后，就是国中之后，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 Gmail。国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专属的教育云端账号叫 OpenID， 它应该是小学三年级开始，但各校可能也会不一样。如果您的孩子是低年级一二年级的，他没有 OpenID， 那三 C 操作就是在那个电脑操作上也不是太熟，爸爸妈妈们、家长们，你们可以直接用私人的 Gmail 或 Facebook 登入，但是各家网站不一样，到时候你再看它的规定咯。好，我这边登入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不一样？我还没点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咯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清单，点下去这边是不是有稍后观看，对不对？那稍后观看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喜爱的影片？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为什么男一叫喜爱的影片，其他叫稍后观看。老师，你比较喜欢男一吗？你比较喜欢男一吗？并不是。各位老师、同学、家长，大家好。在这里呢，要跟老师们介绍，因为这一次哇，好好听的声音，不想跟他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先暂停喽，暂停声音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储存是没有作用的？因为男一出版社在这里，他没有让我可以使用到这个储存到稍后的清单，为儿童打造的内容不是和此项操作，他已经跑完了。我只要按一个 like， 我只要按一个赞，因为按赞之后，我这个地方才会进到喜欢的影片。那如果不是呢，我把它拿掉咯。好，一样直接播放进来。各位老师、同学、家长，大家好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再进来。那你再看一下喜欢的影片，是不是就不见了？以上就有什么问题？那、当然你不用一直播放了，右下角已经收起来了，直接按就好。好了，我还是把它按个赞，因为这我上课还是要用到。OK， 那其他的部分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里稍后观看。康轩，我就直接同学让您教学不受空间限制，学习不被疫情阻碍。我们提供了教师专属的免费备课平台，包括康轩网页以及线上媒体和跨平台程式，让老师不用等实体资源，轻松到校。第一，先生应该关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不要看，所以你看不到差别。好啦，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个，我已经看完了，我不想留下这个清单，因为我要 重新示范嘛，对不对？右边这个如果不要，就擦擦关掉咯。来，请注意，当我滑鼠经过这个影片，因为其实很多网站你连接到最后，背后的平台还是 YouTube。来，我们有一个点点点，有没有？把这个点点点按下，请问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从稍后观看中移除？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要了，我就把它移除。我应该先打开，抱歉。那是在翰林官网的前端硬碟上面的丰富教学资源。我要先第一个部分是在当学校停课的时候，好了，我现在稍微观看在右下角的 Teams 系统，让老师能够远端派课，以及翰林云端学院的一名师系统。关掉。好了，你直接点选这个清单之后，你看右下角是收到右下角，因为我担心等一下我要花时间找他。好了，倒三角形按一下，我们就告诉他我要从稍后观看移除。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没有翰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直接再把它放开来看，怎么储存呢？稍后播放的清单，你直接按下这个储存，稍后观看，等一下在左下方它就会有叙述说明，储存至稍后观看的清单。以上这样子 OK 吗？可以哦，因为有时候我要画这个图，其实它跑得很快，我来不及画就不见了。好，那清单以外还有什么？除了这清单，其实它有一个，就是它是一个接一个的。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个资料是有顺序的，但是我当初找到的时候顺序是不对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做移动或者加入待播清单。何谓待播清单？就是我在看的时候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前一个看完就后一个，我不用自己去找。那这都是看个人的需求。以上这样 OK 吗？好啦，那我现在进来这个按的 Home 就是直接回到 YouTube， 左上角这边进来。
有一个是曾经看过的记录。在上课我都常跟我的学生说，你不要给我做不该做的事，我只要抓到上课你去看不该看的网站，那我呢就会扣分。然后他们都会说，啊，老师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说我怎么会不知道，电脑世界里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观看记录就是你曾经看过的网页，你曾经看过，这是影片啊，有没有？像我这之前有在看 Apple Game 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这是最近示范的，因为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示范。好，那这里如果你觉得哦好烦哦，这些记录我不想看到它的耶，我们就叉叉叉叉叉叉，记得哦，你不要先按左键哦，滑鼠移过去，确定有出现从观看记录中删除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清掉。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，因为不清东西会越来越多，会很烦。我通常要的我会留下来，要的我会留下来。那因为我刚在示范男一是不是有把它重新连结，所以这边就会比较多。我要了留下来就是什么？要不就是喜欢的影片，要不就是选择这个叫稍后观看。那我们刚刚把它加入待播清单，如果整个画面关掉的时候，它当然就会不见了。那它很简单，你一定要先有记录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我的最爱。好，那你进来之后给他选择待播清单，你在看的当中他就一段一段接着播，你不用自己去选择啊。你如果整个播放的关掉当然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以上第一段先跟各位介绍到这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录影录到那种四五十分，我发现我可能都不想听那么久了，我就只好分段分段重录。好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